鼓乐团，今天呢将担任我们协助演出的活动。那么今天呢，陪伴我们一同演出的有许峰天、李冠宏、许峰伟、吴佳美。乐太鼓乐团成军11年，他们的宗旨就是快乐打鼓。他们的团员呢，来自各行各业。今天非常谢谢他们远从台南而来，为我们协助演出。